今天的造型就很谢谢，就是那个因为比方说 De Beers 他们有特别的赞助，对，然后那个服装是那个 Isabel Sanchez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自在的，就是还蛮属于我自己的风格，对。然后小嘉玲今天那个妈妈的衣服跟她也是一起讨论出来的，很可爱，非常的亮眼。对，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？这个也可以换。今天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，今天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，我忘记了，但我喝了一杯咖啡。对。那昨天上红